小蛋，告诉熊大熊二，他们现在是明星了。你看，零食上面都是熊二、熊大他的图片，还有光头强。我们打开看一下里面是什么零食。哇，原来是辣条啊！还挺好吃的，你看，你们吃过吗？熊大、熊二代言的那种甜甜的辣，一口一个，停不下来。拜拜。今天我们来吃这些糖果，先吃一个黄色的小熊。应该是黄色的圆球软糖，再吃一个蓝色的，里面也是这个软糖，再吃个粉色的。哇，里面是粉色的。